哦，上海队在完成罚球之后啊，守了一个全场防守，但青岛队破得非常的轻松。哇，吕俊虎扣了一个，吕俊虎完成抢断送空中接力。三打一的机会，再给过来，空中接力，两名外援之间的连线来了。朱继基要外了，这个转身非常漂亮，非常流畅的底线转身，然后接一个双手的暴扣，要丢。小川这传球啊太明显，被对方给断了。道格拉斯漂亮，起飞了，连拿四分。米歇尔这暂停啊还是比较有成效的，打停了。丁人逢掩护就换人，再给好球，左罗门左手的大力劈扣。来说推进的很快，找身后拉塞维奇重新靠根能力，嚯，这是还了刚才黑根斯一个，这个滑翔的距离更远，视觉冲击更大。武泽玉和王一方，哦，注意力太多都在阿丘尔的身上的时候，阿丘尔想了一个明白。